哎呦我去！不是，你们这什么小区？啊、这也太闹腾了。那个没事，妹妹，那个咱们共同提高，对，共同进步，共同闹腾。你拉倒吧，我闹腾啥？我来来来来来，签合同吧。签合同，合同都你好了。哎呀，你来看一看啊。签什么合同啊？这房子我不买了。不是咋不买了？不说好了吗？我发现大姐你这人啊，你为了挣点钱，你是真能撒谎啊你啊！我算是哎，要不是大哥好心好意告诉我，我就被你那虚假广告给骗了。幸亏没搬来，不然我这朵摇滚小花就折在你这个虚伪的大棚里了。我这多适合搞摇滚呢，妹妹。就这氛围还摇啥呀？我直接滚吧我。笑什么笑？你给我站起来！这小心孩子，你们俩这个行为你觉得对这个胎教有好处吗？啊，哎呀，小黄妹妹，你误会了，对，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。不是啊，你让他自己说，刚才东东是不是也被你忽悠走的？对，东东是被我轰走的。别瞎说话。那个小黄妹妹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你看我跟你分析一下，如果你要把房子卖给别人呢，你是不是亏了？对，我卖给别人亏了，卖给你俩就不亏了。对呀。啥意思？你俩想买房啊？嗯呐，要不然把他们都轰走了呢？哟我天哪，你俩想买房早说不就完了吗？搞这么多事儿。关键你家不老上人吗？是。行行行，卖给谁都是卖，邻里邻居的啊。啊，这么的啊，一口价35万，成交。不行，35万，35万不行。这钱顺风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35万你还讲价呢？我告诉你，小黄，这房子我买可以，低于50万我不干。你看你老公太过分了，钱顺风，你是不是刚就说秃噜嘴了？啊，对，我说的就是50万。哎呀，媳妇，王哥你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小黄都跟我说了，他们公司啊要进行扩大再生产，知道吗？人家就缺这50万块钱。所以说他才低价卖他这个房子，他是急需要用钱，咱是邻居，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这房子卖亏了呀，对不对？帮帮他呗，咱就。我50万我买你这房子，你还是住你这房子，奥利奥也不用搬走，回头你有了钱50万还我，房子还是你的。哥哥，我觉得你说完这段话，人性的光辉在你身上就灿烂了。我就告诉你，我钱顺风有人性。太好了。我你合同去，这我跟你说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咱们做了好事，咱是得宣传一下。那必须得大力宣传。对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光我们家的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，小黄他们家房子的首付也是我付的。现在就得开始宣传。对，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你。小黄他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？你。哎呀，这够牛的。小黄他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？你。